哎呦！大家好，我是金阳。今天这八只小家伙正式第一次游泳啊！第一次游泳，这次水放的多一点。上午放的水，但没那么凉了啊。我感觉没问题。快放一点啊！哎，那水咋还不够深呢？又要喝水吧，气死了都！画个印儿一会儿。又长高了啊？又长高了吧这是？啊？绝对不对！你看，呀，喝水喝呛了都。女王带他们。别喝了。哎呀，你这老喝水咋整？别喝！女王也喝。你带头来喝水来了，来喝水来了你、啊。还是水少，我的妈呀！这咋整？你先进来再说吧。这深的不少了，比上一次。啊，那咋他还不游呢？长个了吧？游游，对。你看，走的时候那边水比深了吗？啊！下次就得。你别说，今天走的利索了，今天走的利索。对。你看，可以可以。嗯、来，哈，游游游游。你吃点屎啊！洗洗吧，可别喝了啊！又喝个水，把这肚子都喝成球了。就你拿那个屁股上都是屎，那小狗就挨着墙那个。再泡一下，让女王带他们。让女王，这水还是太少。那本身我量着这个深度已经够了，嗯，这没想到扔进来之后又差那么多，啊，又差那么多，这不对。这小狗的这个身高长得也太快了，这几天啊，过了今天，往下就是温度就比较低了，也有可能他们是最后一次洗澡了。冷了是吧，喜欢？啊，对，就怕它冷。你看，喝水都喝呛了，吃咔吃咔的。连跑带飘。连跑再飘就过去了，漂移呢？你看那个是绕过来球了，看那个没？还是能挨地儿，但是比能飘起来了，比上次飘起来了多，但是多不了多少。不用用啥，不用用什么劲儿，就直接这个顺着水就过来了。你看，是吧？不会玩，一点儿不会玩。呀呀呀！过来，别叫了。能不能行？还能游不？还能游不？把他俩拿出去要不？还知道叫唤不？还知道把他叫唤不？啊！你又要出来？看吧。放哪儿都不是了。气人不？还叫你呀、啊？看他在看我，你看他，看他，他在看我。来吧，
洗的还挺享受。不许再喝了啊！老呛鼻子。这要是水多，他们这个脚离开这个地面的话，我估计呛得更狠。这不行，这个小狗太小的时候，你让它学游泳，这个不合适，容易呛。你给它搓搓，看地上有屎不？没屎的话就给它整出来，它哼唧哼唧的，屁股上有屎。这回这水就没那么脏了，小安。啊，对。但是它们身上一块一块的。哎呀，你咬了我腿呢！进来，让你游泳就知道喝水，嘎嘎嘎，一个劲喝。腿上，你们不是游泳来了，你们是真正的来洗澡来了。嘿，转，哎呀，转，直接甩，转了一次。哎呀，今天是安排他们游泳呢，没想到小狗的个头长了，这家伙那么多水，还是没埋住他们，没让他们游成。女王，你是咋的？你玩会儿啊？过这一个礼拜之后，过上这一个。不是，这一个礼拜过去之后，看气温还会不会回升？回升的话，它有可能还能洗成澡。如果像那种天气，再凉点的话就不洗不了。一会儿让艾拉陪这个小女王玩去。嗯。擦一下，擦一下。哎呀呀，擦的什么？你看。哎呀。每个都擦擦。这不是擦澡，这不是让鸟玩的。你看他往后蹬呢，本打算让他们在水里边，虽说没游起来，让他们在那水里边多玩会也行，但是他们在水里边乱叫啊，还喝水，一喝水就呛着，所以赶紧就这以这个以失败而告终吧。啊，这个游泳又再次失败。为啥说呢？就因为他们在水里边一直在那发墙想出来，就看着他们扒墙那会儿有点发抖了，再加上今天有风，怕他们感冒，所以说赶紧先弄出来再说，不玩了。女王害怕了，在水里陪他玩不行。你看，害怕他了，你给我注意点。闺女，干嘛呢？这是。哈哈哈！你玩。在这儿。嗯，好，坐里边。对，你泡泡，泡泡澡。